这局我们变成了一个路牌，随处可见的路牌。这个小路标就是小新，我们两个打算一起藏，看看谁先被发现。要不我们待在一起吧？不行，他这么明显会连累我的啊！开始了，随便找个地方吧，就这儿了，正好和地面的路牌对称，很合理吧？哎，对称，我和这个还行，两边每个都有，对吧？对。三个地方每个都有。哎，你现在变成了什么？路牌啊！哎，别打别打，大哥！哦，可以，成功了！啊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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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这个其实还是很靠谱的，不要打我，每一个大的路标旁边都有一个小的路标。我们两个都是这张图最常见的东西，应该很难发现吧？不要啊啊！跑了！哎，我这个也有一个小路标。来了来了！我经常玩的话，这个总共的，虽然都没发现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是路牌啊 ，stop 路牌。哦，一个 stop。对。在哪里能看到我？能看到你，就是离你很近。好、啊，他们把那个木桶打了，咱们中间那个木桶对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嘿嘿嘿嘿嘿，咱们两个这个位置，哎，非常的显眼，非常的显眼，非常的显眼，安全。可以可以。嗯。那边有个路标。别打我！别打我！对着我，吓死我了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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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No， 完了，我死了，我要爆！啊，这个人吓死我了，一直往这瞄。别看到我。No， 不要再过来人了，我会吓出心脏病的。你那边更明显。哎，可以，剩下四个，终于能赢一局了。还有35秒呢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坚持，还有20秒。这么多人，最常见的东西就最容易忽视。哇！你不是吧？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，结果被他一枪秒掉。十秒，我幸存了，兄弟，我幸存了！哈哈，耶、yeah ！可以。OK， 然后嘣一枪没了。哈哈，哎，我又是藏的。我是早的，哎，来，大胆告诉我你的位置。好，告诉我，等我最终确定了再告诉你。叫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在这里吧，我感觉毫无违和感。这里，绿色的东西。OK， 哎，绿色的就够了。还剩5秒。哎，不行，太明显了，啊、被人家打掉了，光过来就打掉了，就没了。这次轮到我找了，快告诉我你变成了啥？我是一堆黑色的东西。一堆黑色的东西。哎呀，说了嘴了，说了嘴了，我是黑色的东西。一堆黑色的东西就是垃圾袋了。别有个人在我面前飞奔，我一定要打死他，还想溜我。去哪儿了？显然变成啥了？这个东西已经骗过了很多警察。骗不过我的。哦，我还有10滴血，完了，这个冲锋枪一下少20滴血。你找不见。哎哎哎，兄弟，这么明显的吗？找见以后麻烦先，如果你找见了，先在我的镜头前晃一晃。哇！你直接把我炸死了。不是这个地方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什么吗？这个地方我放过椅子。啊。嘿嘿嘿，不好意思了。没关系。哎，杀完人之后还回血呢。这两个应该有一个是假的，割一刀，先割一刀试试。割一刀挂了。哦，只剩15滴血，就没法赌了呀。哦，敢不敢打另一个？赌赢了你就回血了，赌死了你就没了。啊！我上你的当了。